主料，带鱼1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姜、鸡蛋，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把带鱼解冻，洗干净，放入姜、盐腌制一下，鸡蛋液备用。把带鱼放在鸡蛋液中沾一下，油加热，放入腌好的带鱼，煎至金黄色，盖炸带鱼就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油一定要加热80度，不然鱼会粘锅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